2023国际地图节已经圆满结束，为期九天的活动是去300,000人次来访。在闭幕之间，更加是邀请贵宾下来祝福、进行红地仪式，期待明年的国际地图节会当为游客带来更加多体验，也为地农创造更加多经济收益。为期九天的第三国际地图节已经圆满结束了，我们邀请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地图师，也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和趣味的体验活动，吸引到300,000人前来参观。这九天以来，很感谢我们所有的社团的一个努力，让我们的茶道节办得这么成功。这九天以来，总共吸引了将近300,000的游客，创造了将近1亿的一个商机。这样的一个佳绩的话，希望再延续到明年，继续加油，让我们的竹山国际茶道节扬名于国际茶道节。这件事情三个月能办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站长一跟我讲，我马上去争取了800,000。不只是国际观光客，不只是茶道节，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茶是怎么种的，茶是怎么烘焙的，茶是怎么品茶的。所以我们有办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。那我相信国际茶道节今天很圆满，那未来一定要办得更好。第三定度的东部在闭幕典礼颁发感谢证，和原来各大地图协会感谢因的付出。另外，也带领来宾进行红地仪式，将对日后的期待写在批纸顶面，把美好的回忆做回来书中。那这一次的一个活动，包括邀请国际人士来这边啊，共同茶道的一个切磋之外，那食农教育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重点。今年你没有体验到的，记得明年一定要来哦，啊，让你好好的体验一下茶旅行的一个乐趣。国际茶道节这一次的活动哦。筹备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啦，啊，真的不简单啦，哦，可以造成这样一个轰动啦，哦，啊，但是我时常讲一句话，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啦。虽然感觉到可以接受满意，但是希望明年再接再厉，把这个成果办得更好。头一个举办的第三国际地图节，受到非常多喜爱品茶的朋友热情的捧场。第三顶公所期待下一届的国际地图节，会当为游客带来更加多体验，也为地农创造更加多经济效益。记者陈耀昌报道。